呱呱乐预告，主题一路发，售价每张新台币200元，预计上市日2019年7月15日。彩券特色，头奖200万元4个，超过20万个800元含以上的奖项。玩法说明：游戏一，刮出任一个八，即得其对应的奖额；游戏二，刮出一个金额，即得该奖额。游戏三，刮出3个8，即得奖金800元。游戏四，刮出3个 Instant Preview Details 4401，即得奖金蓝奖额。立即行彩券一路发与幸运轮盘上市公告，日期2019年7月10日。主旨：公告立即行彩券第4401期与第4402期发行上市相关事宜。公告事项：一、立即行彩券呱呱乐；一、主题一路发与幸运轮盘等2种；二、售价及包装，一路发每张新台币200元证，每本100张；幸运轮盘每张新台币200元证，每本100张。三、发行数量，一路发总计357万张；幸运轮盘总计357万张。四、发行日期，中华民国，以下同2019年7月15日星期三；五、下浮日期，2010年1月15日星期五；六、兑奖截止日，2010年4月19日星期一。